SB38NC。 SB38NC 是和合机械发展系列弯管机中的一个系列产品。 SB38NC 可以弯探钢管达到外径 38.1 公里直径，也适合铜管、不锈钢管及铝管。它是透过高稳定性的数值控制方式来驱动控制油压动作，以得到高精确度弯管角度，并以简单的操作方式使操作者更容易使用，适合生产钢制家具、商场购物用手推车、摩托车车把、医疗保健器材、运动器材、建筑工程附件手把及手工具等。以触控萤幕来操作机器，有四个画面显示，包括手动操作模式、半自动操作模式、参数编辑模式、全自动操作模式。手动操作模式用来操作各部位的功能键，使用在模具换装调整。半自动操作模式用来调整后的模具进行单一角度试弯。参数编辑模式用来编辑全自动操作模式中各个弯管程式的参数及生产数量。全自动操作模式用于正式大量生产阶段。机器本身有辅推功能、提前慢速退蕊功能及蕊棒自动注油功能，可提供特殊选购。控制器本身提供42组程式记忆容量，每一组程式可包括9个不同弯管角度。SB38NC 本身装置高稳定性的可程式控制器，模具部分包括轮模、夹模、导模、防皱模及蕊棒等，都是由和合自行设计制造。如此一来，可以保证客户买到高品质的机器，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和合的 SB38NC 是同能力的弯管机中最具竞争力的机型，我们很乐意提供所有客户满意的机器和服务。